是 SNH48 Girl Crush 9万8216票。榜单排名第一的是 SNH48 Seven Sisters Like a Diamond 90,630票。年度十大金曲 Like a Diamond 闪耀。2016至2017年，在咪咕音乐年度累计销量115万5390。Asia Artist Award Best Star Best Woman SNH48 Seven Sisters。本届的东方风云榜，东方新人 SNH48 Seven Sisters， 有请各位。在心理上是一种很大的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ven Senses 的李云学担当张宇格。平时训练大概每天都有十几个小时，然后有就是除了我之外，也有很多成员，然后有到处都有伤啊什么，经常跑医院，所以互相安慰是一件很在当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不然大家就真的坚持不下来。七三四张宇哥，我最喜欢张宇哥。你要不火，我去跳河。现在预备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祝三三三三四在新的一年越来越好，唱片大卖。然后张宇哥，我永远爱你。祝 Seven Senses 一周年成立快乐！然后新的一年，希望有更多人喜欢 Seven Senses， 喜欢张宇哥，张宇哥加油啊！爱你！祝 Seven Senses 成立一周年快乐！希望你们今后的唱片大卖，泡泡宝宝，我们心里永远爱的都是你。祝 Seven Senses 成立一周年快乐！今年越来越火，成为国内最火最火的女团。祝张宇哥越来越好，今年永远取得好成绩。祝 Seven Senses 一周年成立快乐！张宇格，未来一年越来越好。首先祝 Seven Senses 出道一周年快乐。然后，无论是作为 SNH48 的张宇格 ，Seven Senses 的张宇格，还是张宇格本身，你在哪里就支持你的。Hello Taco， 首先要祝你加入 Seven Senses 一周年快乐。这一年的时间里呢，我们看到了你从遇到了一些困难，到不轻言放弃，努力的一步步去克服它。我们看到了你的成长，并且着实为之感到高兴和兴奋。在接下来漫长的岁月中，请你坚定、大胆、放心的往前走。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你愿意回头看看，我们永远在那里等你，加油！作为七三四名爵担当的你，无论是在韩国腰伤严重还坚持训练，还是七三四广州巡演说自己是队内的最丑担当，或许这些都不是世间所认定的聪明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你确实是名爵担当，是世界上的至灵之人。因为这份咬牙切齿的坚持和真诚善良的谦逊，或许看起来很笨拙，但是是最难能可贵的品质。七三四一周年了，希望你和七三四的发展越来越好。然后呢，作为你的一个事业粉和阿姨粉，希望你可以早点实现自己的梦想。祝三三
张宇哥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张宇哥，张宇哥，张宇哥。